放一点油，放一点油就可以，不用放很多。然后这把这个搅好的这个鱼啊和鸡蛋呢，就是倒到这锅里头，倒到锅里头，倒锅里后就是轻轻的拿这个铲子给它推平了。买这个鱼一定别买这泛白，像这泛白的它就有籽了，你买这红的新鲜又好吃，是刚下来的就泛红的泛紫红色的最好了。然后轻轻的摊鸡，像摊鸡蛋饼一样，就是给它摊开，哎，给它摊开，摊开以后呢，你就我点大火了啊，也不用翻个，点完大火，我一点火了，我就不能在这儿录了，不能录这个视频了，我怕危险。